哦，你不要跑，我被剪掉没有发现两位有贩卖运输或是转让毒品行为，加上验出藏麻成分很轻微，真的是很久以前吸食的，检察官才有可能不足以认定。哈哈哈哈哈，这两个人已经公开参考他们的确吸食大麻，失去了工作机会，像是徐忠恒还有心理准备，因此退出了演艺圈，大损失相当。好厉害哦！哎，他怎么跟你玩呢、啊？你买回来就跟他玩是不是？对啊，哦，三两就要玩啦。啊，主持过三位策反主持人，找来了黄家千，还有郭世伦代班。连排除女权的可能性，其他像是圆梦巨人、国光帮帮忙这种，你养得很好哦，他很听话，不会怕人。是吗？他不会啊。哦。可以啊，那我先老的话，来来。因为国光帮帮忙而翻红的左宗棠，居中来来小资的广告活动邀约不断，哦哦哦，哎呀大资的。玉茹也接下了扬州广告，每支广告三人酬劳加。